港守王对咏春拳产生兴趣，想修炼下依门拳术，就要同港守王主持人欧阳建文师傅拜师学艺啦。佢跟徐叶问嘅弟子王纯良学习咏春，有超过十年教授咏春嘅经验。华夏咏春拳术学院仲有专业嘅教练团队，依家只要上嚟 mhk.tv 网店，就可以以优惠嘅价钱报读咏春课程，仲可以拣翻以小组形式上堂或者一对一教学噶。快啲上嚟 mhk.tv 网店报名啦！